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诸多的课题，只是你看不看得懂，那就课题。那从这课题里面啊、哦，先参啊，先找到啊，对不对？你先找到这是课题啊，对不对？从这课题里面去品味啊，对不对？品味什么？品味这里对应的是机会教育呢，还是什么？到底要向我传递呢？还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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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去悟吧，悟就是一直在搜索的情报，是不是？滴滴滴滴，哎，是哦，滴滴滴，哦，不是哦，滴滴滴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对不对？当你看到这里，看到那里，看一大堆的时候啊，产生结论了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对不对？人无百日好，花无千日红，花不会每天都开的，所以人无百日好。所以这一切好或坏都会过去的，所以人生的每一天你又何必那么在意呢？但是不在意的当中，是不是要赶紧的抓住时间来成就自己呢？所以看了最后知道是空，空也不是空，空没事了，不能这样，要空也要一个结论给自己吧，推进往更上一层楼，你的参悟空才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参悟空，空到最后很消极，那就不必参悟空了，是不是？消极成不了气候。我不是讲吗？你就是算成仙了、啊，他有等级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大罗金仙啊 ，XYZ 仙，那有等级的。你到底是小仙呢，还是大仙？对不对？你有法力，你是小法力呢，还是大法力呢？对不对？都是我们要去想清楚、弄明白很多的事情。原先我们应该有那样的火候，但是你要记得哦，人有惰性，很容易就把自己从原先应该在这么美妙华丽的台子，自己就扑通下来了。下来的过程中不会有声音，因为时间很快。咻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上去的时候不好上，要费力气，所以咯，你的心的调整有多重要，你随时要调整啊。上的时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为什么？因为登得越高看得越远，看得更清楚。你这样的每天告诉自己，你在苦的时候你就知道还好啦，会进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时候你没努力不懈，你稍微这个牙一咬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就这么回事啊，开牌啦！人生就怕处处不开牌，不是吗？如果都开牌了，不就是顺遂的人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课题上，亲子也好啊、哦，这个夫妻婚姻是不是？然后什么职场？生意都一样，你把它当成艺术看，当成艺术看的时候，你的角度不同，柔软度不一样，所以当你切到一个最好的角度下去的时候，你看得特别清楚。不好意思，这一次被你逮到了，因为别人没看到，你看到了，所以属于你的一片天，是不是？你说那得诺贝尔奖的人，他有那么厉害吗？也许吧，是不是？那因为他切的角度切得漂亮，